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蟹老板。今天我们来做个开箱，这一只 Metal ROBOT 魂1x S 钢弹。那外观上，其实因为它是144的，所以比我想象中的小很多。因为其实有点忘记，因为 ROBOT 魂本来就是144，那所以它这个其实有点窄。这只在网络上的评测还算是蛮高的，就是应该说 CP 值还算蛮高的，可是价位上就稍微高了一点点。以阿文来讲，它骨架都是合金，其实算是，我看过以后是算是还蛮算蛮合理的，因为它的配件跟合金成分也都还算 OK。